早安，各位，今天是我们在日本的第二天，然后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多，我们吃完早餐，来到日本的美浓这个地方。本来是预计要做 DIY 的盒子，但是昨天影片有跟各位提到说，因为在12月底到1月5、6号这时候呢，是日本的新年，所以整条街上都没有人，乐观也好，很好拍照。温只有5度，不至于太冷。然后现在好逛的是，因为人潮还没有那么多，也可能加上因为是日本的新年，所以很多店家是没有开的，很惬意。又跟台湾的美浓是差不多性质，但是呢，在台湾的美浓，像是做油纸伞的店家是比较少。那在日本的美浓呢，它这边店家是比较聚集。然后呢，我们等一下10点要集合，过来过来。今天午餐比较早吃，11点多就吃完了，然后现在来牧歌之里要滑雪，感受到很冷。滑完雪了，此生无憾。看到真实的雪，真的太美了。可惜的是没有下来的场景。刚有下去滑，想说要拍影片跟各位分享，但是呢，因为要手抓紧，所以就没有办法另外一只手拿相机。真的是好玩，舟车劳顿来到这个地方，叫什么？牧歌之里。现在这种东西很难说，我也不敢说，就是有十足的把握说去绝对没有事。好，对，所以我们还是为了让各位安全点，我们稍微拉远一点点的距离往下走。空间利用得淋漓尽致哎，这是距离茅草屋屋顶最近的地方，只能容纳大概4、5个人。
就差不多了，而且他们的楼梯真的不好爬，必须要搬。在河掌村，然后人潮是络绎不绝，非常的多。阿哥哥嘞 ？Hello，Hello。现在我来看一下几度，目前六度。现在呢，要离开河掌村，真的是太美丽了。快门随便按，随便漂亮。这里真的是很耗费底片的一个地方。然后想说平日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潮，结果还是人潮满满，厕所一堆人，买纪念品的地方也是一堆人。那现在呢，就前往下一个景点，跟着我们脚步一起出发。先上车了。各位，今天是我们在日本东北行程的第二天，一样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早上到晚上的有趣行程吧。今天一大早呢是享用万怡酒店的自助餐，那我个人认为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变化，菜色也是蛮简单的，就大概是白吐司、可颂、马芬，还有一些甜甜圈。至于菜色的话，就大概只有三四样的选择，不像其他饭店会有粥类或者是沙拉等等的。它的饮料性其实也蛮中规中矩的，苹果汁、柳橙汁、冰牛奶、热咖啡、热茶，就这么简单。虽然还是吃得饱，但是视觉享宴就没有那么的惊奇感。吃完早餐之后呢，八点出发前往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行程，就是日本的美浓。那在日本美浓这个行程呢，我们原本是有表定要 DIY 不倒翁或者是 DIY 盒子，但是呢，在前一天影片有跟各位提到说，在日本的十二月底到一月初这段期间是他们真正的新年，有长达一个礼拜的时间是店家完全不营业的，所以我们今天原本的 DIY 行程就取消了，但是还是有前往日本的美浓去看看他们的老街。那时候人潮并没有那么多，街景真的是很好拍，可能是我们看腻了那一种习惯性的建筑，也是蛮惊奇的。但是我们在美浓停留的时间并不算太长，离开了日本美浓之后呢，接着我们就直接又去吃饭。但你们会想说，怎么这么快又要吃饭？是行程拍得比较无聊吗？也不是，因为呢，在吃完饭之后，我们要搭车前往比较远的路程，所以我们就提早吃，叫做古地鸡料理。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属于小型的怀石料理，大多是以腌菜类为主。在我们吃完午餐的时候呢，就前往滑雪的地方，路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中途我们当然就是听导游介绍景点，后半段有让我们休息一下，大概睡了三四十分钟，起床发现，哇哦，画面确实真的很美，很伤记忆卡的容量。到了滑雪的地方，一进到那个场地，让我为之疯狂，人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雪，真正的踩在雪地上。在玩这设施之前，我想说羊妈妈应该是不太敢玩，因为滑雪它的高度加上那种速度感，是我个人认为是羊妈妈没办法接受。可是当时呢，她竟然说啊，阿宝妈妈来牲口买回来，原地吓到呢。我们当然也是很开心，毕竟这也算是羊妈妈的解锁新成就，真的是返老还童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就在雪地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又前往下一个地方，叫做河掌村，也是这一次行程的重头戏。那我们前往河掌村呢，又是一阵的舟车劳顿，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车程。那河掌村顾名思义，就是很像你在
合掌的形状。合掌村这是被一个外国人发现，被极度认可的一个建材设施。因为其实要建造合掌村那一个屋顶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随便盖就可以成立成型的，太多的话雪就没有办法顺利的往下滑，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就会垮掉，没有办法完成的把它建造起来。所以合掌村的每一个屋顶它是有经过严密的计算，是使用茅草，不使用任何一根钢钉而打造成的，每5到10年就会换一次屋顶。那其实合掌村就有如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它是一个部落，一个群集，一个群体。如果你有一户人家要换屋顶的话，需要有一个头目，一个领导者下达指令，什么时候他要重新建造，就大家同心协力的帮忙盖那个合掌屋的屋顶。为什么合掌村的屋顶在每5到10年就会重新换一次？看他们的使用程度，如果其中一年下雪比较多，或者是哪一户人家屋顶可能破洞啊等等之类的原因，去审核要不要重新建造。当初同事在问我说，欸，世成你要去哪里，我说日本东北，大家都一头雾水，东北是哪里？它是在日本的比较尾端了。直到我讲出合掌村，他们就哦，一年四季来都是很有看头，只是特地选在冬天是真的更漂亮，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离开了合掌村呢，我们就前往我们今天的住宿，这边叫做奥菲陀温泉，属于山上，在山路的路旁只有唯一这一间的温泉饭店。只要你居住的饭店有冠上温泉两个字，基本上它都是非常大的空间。像我目前身后这就是今天入住的榻榻米日式风格，你们可以看看上面这支影片，有跟各位开箱今天的饭店。毕竟人生不是常常在住榻榻米，台湾真的也比较少，所以既然有这个机会，一定还是要开箱吧。我们进到饭店，距离吃饭时间还有1个小时。享用晚餐的部分就是在于今天居住的奥菲陀烧月温泉的迎宾会席料理，比午餐多了3-4道菜，很长的一个6人桌，摆了满满的菜色，光是一个人的套餐10几道菜。因为我个人就是真的不挑食，加上我如果觉得东西没有吃完会很可惜，即便是把它硬塞塞完，我还是会把它吃完。因为在今天住宿的部分呢，周遭真的没有任何的周边景点，连一间超商都没有，只有在饭店里面的小商店。逛完了这个商店之后，我们还是有买了一瓶清酒回来喝。最后呢，就来总结我今天花了多少日币。所剩的日币还有112,151，今天只花了6,136日币。我们原本明天的行程是会往石川这个方向，那大家如果有看到新闻的话呢，就会知道石川在前几天发生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地震，大概7级。那我们在第三天刚好要前往石川，就是明天，所以呢，行程上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变动。我感觉这两次来日本都跟计划的行程有所不同，因为我们原本明天要去兼六园，它是在石川县这个地区，园区公告是这两天它是休园的，至于明天的行程会去哪里，大家就拭目以待。好，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在下面帮我按喜欢。如果你想看到其他更多影片的话，麻烦在下面帮我按订阅并追踪频道，我会不定时发布新的影片跟各位分享。我是世成 ，See you， 拜。